您知道这个青果是什么吗？这一款蛋糕少油无糖，非常好吃。建筑咖啡做厚椰奶拿铁。天蓝蓝，白云飘，背起小书包，花儿开，鸟儿叫，太阳公公。这是邻居啊，刚刚送给我的青果。您知道这个青果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核桃。它青色的外衣啊，其实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青龙衣。《本草纲目》里记载呀，青核桃皮呢具有止痛的作用，民间会把它制成止痛的药酒来服用。新鲜的核桃啊，口感也特别脆甜。今天呢，我准备也试一试。把30克植物油放在蛋液里一起打。人到中年更需要注重身体健康，今天呢我就做一款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年人和减脂朋友们吃的核桃蔬菜蛋糕。这一款蛋糕呢少油无糖，健康绿色，非常好吃。西葫芦直接擦丝，把擦好丝的西葫芦啊和面粉充分搅拌。前两天呢，我在绿叶子超市买的这个厚椰乳哈、今天呢做厚椰奶拿铁。总是怕说太多会心动，现煮的啊，咖啡。今天晚饭的主角，核桃黑麦蔬菜蛋糕。这个肉桂粉的味道特别足。果仁特别多，好吃极了。